就形成现在的意思啊。人到老了，这意识形态越来越顽固，所以人家骂我说你老奸巨猾，我说阿弥陀佛，你怎么那么聪明，你是大哲学家，你怎么知道人到老了那个意识越顽固了啊，染污越厉害了，然后告诉年轻人你懂什么，我都活了80几了，你知道个屁啊。实际上他那个意识形态越来越顽固啊，这个意识越到老越顽固，就是第六意识。那个第七是在胎儿里头，这个东西呢又带到胎儿了，来生的就第七识中带过来，第七第八第七识就很难讲。所以你们打坐说要把身体气脉打通，身体空得了，哼，那是你们那么说了，你那个第七识摩罗识没有打破以前，气脉打通空掉身界才不可能呢。哦，这一行我哎，不要笑我啊，你好像你也自相矛盾了啊，一直讲啊气脉打通就空了，哎，复发这个诱导啊，一步一步啊，啊，摩罗识真了了，所以转第七识我见，那就是大公无私的正盖了，为众生的，没有小我有大我啊，所以了了就得了平等圣智了。第六意识转了，唯识的修行只讲转呢，没有讲断了，没有讲改变哦，这是非常有理由的。第六意识转了，不是反复分别心，就转成智慧了。第七识转了，转成平等圣智，在真的大公无私大慈大悲了。哎，像你们现在小老头子们还在第六意识念力里头转，第六意识还搞不清楚呢。好，这个叫第七识，已经非常难懂了，简单。不行啊，休息不了的，后面还有个根啊，要把它爬掉了。这个第七识的这后面还有个东西，这个东西是心无一缘的，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发，只好翻译叫阿拉雅识，阿拉雅，只有个勉强的翻译啊，叫如来藏识。这个东西啊，心无一体的，这个东西也就是等于引用庄子的话，不是引用孙少的话，天地与我同根，万物与我一体，一开平等，人也可以做上帝，上帝也可以做人，是自由民主平等的啊，天地与我同根吧，这个东西是第八拉斯。经过的三千大千世界，物理世界、物质世界是它所形成的，我们的生命精神部分也是它所生的。所以玄奘法师讲第八阿赖耶识呢，讲了一个，接着叫去后来现做主公。啊，人死的时候，前天跟你讲。死过了，最后那个地方暖气都断了，阿赖耶识还没有完全离开，等最后那一个部分的暖气都断了，冷出了，阿赖耶识离开了没有才算离开，真离开了，那你们就搞错了，一般讲唯识的统统搞错了。我问你，我们的指甲常常剪，对不对啊？我们的头发也常常理，你看头发跟指甲剪下来，你给它保存好好，一万年一千年变成化石，化石可以保留，那是不是我呢？是你身上剪下指甲，是你等于浮在水里，是不是浮呢？是浮。可是你知道痛不？你剪下了指甲，你现在指甲一打它，有时指甲也会痛啊，你剪下来指甲再拿去打，你这里痛不痛呢？那个是你哦，不是你哦，
你们研究就是科学哲学。第八呢是说我们的生命天地万物一体的，所以舍利，你说德拉道这种事，但舍利不是也是经典，这是科学啊。我就告诉你，自家头发剪下来摆在那里，这是什么作用？所以你说身体冷却死亡了，阿赖耶识完全离开没有啊？你的生命还在这个宇宙之，可你存在不就是中观境界了？不依不依，不来不去，不生不灭，不空也不有。所以去后死的时候，最后就来些投胎的时候没有第六意识，所以自己入胎做不了主，做了有道的人啊，莫名其妙被那股姻缘业力就吸进来了，自己跟这个父母两个有姻缘，自己就扑过去了，啊，两个磁铁，磁石吸铁呀就粘住了，来些投胎只有第六、第八阿赖耶识的功能，懂第七识的意识跟来入胎，第六意识思想没有，分别心没有，去后来些做主公。宇宙外有啊，受生此种根生气，受生它那个变成身体，此种保持宇宙外有种生命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切众生，受生此种根能够生成六根眼耳鼻舌身意，身能够强健我们的身体，气就是五指四肝，能够变成地球，变成太阳月亮，受生此种根生气，去后来些做主公，对不对，同学们？我不对了，啊，谢谢这个老师说我对了，啊，好好记得，你们把十规矩诵都要背好啊。所以你打坐修行决定，你的习气没有转变，第七十第八十没有破掉，你开悟。那是年旁一个口天悟的悟，下座。